他说中国快要看广西，这句话引来大部分人的争议。今天我就打消大家的疑虑，给你们验一下我们广西的虎皮扣肉。现在这些全部都是梅菜扣肉，别人家的梅菜扣肉80%都是梅菜，我们家的梅菜扣肉80%都是肉，可能80%都不止。来，这边也是一样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满满的全部都是肉量啊。我们家的规格有1斤半，有2斤，这个是2斤重。来，现场打开两盒给大家验下货啊。我们用的是铝箔网包装，随便可以加热，不像其他的牌子用的都是那种塑料网包装。我们家的扣肉更加不会加有那种某化某剂在里面，全部用的都是家里面常用的配料，生抽、老抽、蚝油这些等等。来，接下来大家可以验下货，这个就是我们广西的虎皮扣肉。我们广西的扣肉从来不使用那种桃桃肉啊、淋巴肉啊、什么肉啊这种东西的，用的全部都是正正宗宗的这种五层楼的五方的。来，每一块都是肥瘦相间的。如果你们也想要吃到用新鲜农家肉做的广西扣肉，直接点我头像进我直播间。